高速公路给它吸引。Normandy Victory Museum。中途 CARETAN 下来1944诺曼底胜利博物馆，买了一个徽章，看看从哪边来的，我的右边的右手边，现在在我们的正前方，你可以坐战车玩，39欧。坐火车也不。拍些照片。停车场在右边。哦，你的马库最爱。哎呦，少。你的马库。都看不出来，我开到车。哦，还没有停。来到犹他海岸附近，来，到另外一边。都很热闹，我怀疑是在右边那里，很多旗子那里。啊，这是市场广场，是广场吗？我卖烤鸡耶。在Airborne Museum 对面的教堂非常的特别，教堂上面有一个伞兵挂在上面，伞兵挂在教堂。伞兵教堂，好了。Airborne Museum。降落伞不拍啊！Airborne Museum。Airborne Museum 所在的小村庄。米其林一星推荐的村庄。好啊，哦，好吧。福尔摩，因为这里有两间博物馆。P， 你看着路牌。P， 这一家。啊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是什么？犹他海岸的纪念。人在吃草，沙滩有人在游泳。几十年前杀的血流成河，然后出停车场之后，这里要左转，还沿途走，犹他海岸，纪念的前面。纪念碑。
这里不是游泳的地方，还有有人在游泳。哦，哇，到处都有。排第十七样，远方海滩，犹他海滩纪念碑，四周。